干一干，对，一二分之一，哦，一小半，酱油膏多少？一二分之一，酱油的一半，酱油。刚才放的是酱油三，老师，这米酒多一点比较好吧？木耳竹笋啊，还有沙茶酱、蚝油酱、沙茶酱、蚝油酱油，油葱酱满满的一瓢。这个是什么？蒜头酥的。这个是蒜头酥。哦，这个是。刚刚那个是什么？蒜头酥。蒜酥啊，满满。蒜酥跟那个。猜是什么？油葱酥啊。都是一瓢的，对。那我们把这个木耳跟这个也一起加进来。还有这个要加一点，还要再加一点点柴鱼酥椒粉，柴鱼酥椒粉，白胡椒粉，再一点点的辣椒粉，好，那胡椒粉加的，中式的，这个大叶，大叶三公斤，黄双头是大叶，长条的。按长条形，一有二分之一，大蒜是只有一，好。那来做大蒜，那柴鱼，大蒜，那第二是要一定要热哈，定爱烧，叫我都洗起来，你那冷水呛落去啊，然后越年越老哈。啊，我洗涤掉要煮。好，给你再去干净。哦。好，老陈真是够欠的哈。是啥？跟他当分队长呀？不。这样子，再按就可以了。行不行？看看你记得可以吧？已经的，需要。干滚的。啊。啊？天哪！我刚刚吃那个汤头，我觉得还是。我刚刚水快没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不是说你泡了多久？好像为什么瓦斯的那边都比较旺。不用管，不用管，走出来。小心问一下。我也袂使啊，那伫个滚好来，你等水滚，安尼就个淡去啊，吼。哎，可是外面它。要加香油。希望啊，来了。香油要加姓陈的。我错地规定。加油。我是要加点盐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香油是，我给加过了，我给你也忘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香油是放在里面。来走了。哦，干嘛要加？在变魔术。蒜头酱料。就这样哈，咱那边一个滴嘞，要辣椒的时候，随时个记。